爸，你拄只表现哦，真正把我惊着呢。是安怎讲？你甲老表伊伫咧开讲啊，讲着细汉的代志。你竟然阁会记得较早是安怎打 pass 作弊，是安怎创你老师？我感觉你根本就变成较早的金头脑，完全无残缺，得到失智症，给你按100个赞。哎，恁这个王伯伯哦，从小学到高中啊，拢甲我读同一间学校。搁再讲，伊较早常甲我借钱，你害我甲放互袂记哦。嗯，我看是真困难。你甲我讲生笑，你真毋是遮尔小气的人呢？所以你即马应该要相信我的病情控制了真好吼。爸爸是真正真认真啊，配合医生咧做治疗啊。啊，亲像我这年哦，听嘴这年怪的病人，是不是应该得到一寡奖励？什么奖励？拄着啊，我想要家己一个人出门，甲朋友去钓鱼啊。钓鱼啊？哎，永姐，我甲志远哦，陪你做伙去。啊，你甲志远两个相差，恁去了哦，鱼啊拢互恁行较走去，一定共久的啊。好吧，那呢，我就抓。我点点，卖甲伊啊差着，安尼敢袂用钱？人真正就想要加陪伴你，去甲你相处。好啦，你敢不知影这边哦？我听讲啊，你想要加陪伴我一寡，我就开始有淡薄仔烦恼。啊，你规工伫我身躯边安尼坐过来坐过去，你是要安尼交男朋友？你从那边哪过来？好吧。拄只遐叔叔阿伯哦，已经甲我围掉，一直问讲我当时要结婚，佫讲要替我安排相亲，我已经感觉足烦啊！你即马佫讲遮个，这就是做老爸的心情。你听爸讲哦，我即马遮尔认真拍拼咧做治疗，我就是希望我以后能牵你的手，行向地毯。然后我亲身从你的手交去另外一个人的手里，但是爸爸总是会老的，所以你以后一定要找到一个真疼你、万行代志拢听你的、绝对尊重你的查甫人，安尼你以后才有法度幸福。我知影，啊，不过我缘分就还袂来啊。是国传来的相片，伊讲今仔日哦，公司的新品发表记者会有请到一个男模做引导的，爱我过去。爸，咱敢袂当顺便去公司看卖？哦，你即马是要去看帅哥，还是要去参加新品发表会？当然是去阿哥助阵啊！而且哦，你是永保的开山祖师，你去助阵嘛是应该啊。免啦，免去啦。我既然甲公司交恁哥去看，我就会予伊独当一面啦。彼此外遐所有的人啊，拢相信讲永成又是款。若是咱即马搁外过啊，因就开始搁认为讲哦，永成甲较早同款是听我命令咧做代志的，安尼会影响到迄挂主管啊对永成的信心。爸，我真正是越来越崇拜你。你唔呐选了足远个，我就知影人伫咧想啥。安尼我看，我还是卖较早嫁，因为我阁有足侪唔歹代志，我想要把一项一项甲我讲。卖多啊假生奶，哦，你想要找借口，二楼伫咧厝内面，以后要做老公婆。每一项每一项优点，无想硬要叫有啥物人。搁再讲哦，你拄着安尼迷迷糊糊，暗过哦。佫真直接的个性啊，嘛是古锥古锥啊。奶茶，我甲你斗相共，从来拢无想过要你的回报。袂啊，你一定爱收。槟榔台的头家有将最后一笔薪水汇给我，而且你若是无收哦，我袂安心，我会感觉我足亏欠你的。哦，啊，你即摆呢？你身躯顶敢有钱？我的口座内底阁有几啊万块，你唔免烦恼。奶茶，你根本就无钱啊吧？你看，这几百块拢领出来啊。奶茶，
我会当理解啊，你无想要亏欠我迄款心情啦。不过钱的代志哦，应该慢慢啊参详，真正无少真着急的。对啦，你身躯顶还藏一寡钱，你先收转去啊。哎，袂用安那，我有讲过啊，我的身躯顶真正还阁有钱。无可能，你相信我，这方面的经验啊，我根本就是普罗。像较早啦，我四界流浪的时阵啊，为着领我户头最后一两百块啊。我该找过来提款机，找会使领百元钞票的。你应该看到迄提款机会使领百元钞票，啊，规气啊，规个钱拢领出来，对吧？对啦，我身躯顶敢那存几百块尔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哦，我甲槟榔台头家联络过啊，伊讲哦，我会当回去上班，而且是领现金的哦。这就表示讲，我若是明仔载回去包槟榔，我就会现金头领呢。你敢真正要回去槟榔档？啊，你不是跟我讲啊，迄槟榔档的工作又是暂时的。我确实无想要继续卖槟榔，啊，不过我嘛无其他的专长啊，就算讲哦，即摆要换头路，嘛唔知道要做啥呢。我看安尼啦，这个钱啊。你先收着，身躯顶有钱啊，你才会用这个钱去投资你家己，无一寡其他的专长啊。啊，另外就是，阮公司即马扩大规模，若是你有兴趣，嘛有意愿啊，公司嘛用个培养你。阿伯，你意思是要安排我去永保集团上班咯、哦？是啊。袂用啦。永保集团是上市上柜的大公司呢，我无合格，而且嘛无做过化妆品相关的工作啊。我认为去永保集团哦，我惊我袂用得。阮公司的业务助理哦，无要求一定要大学毕业，你会当先入去偷偷啊学习，累积经验啊。啊，不过我安尼是行后门的，对其他的员工来讲是无公平。搁再讲啦。你拄只讲业务助理，应该会晓拍电脑啊，整理资料对不？啊，不过我无这方面的专业，我看我还是卖去啦。啊，对啦，哎，地缘哦，进前甲我讲哦，伊工课做了真忝，啊，想要找人甲斗分担，无我看归去，你做地缘的助理好啊。那有啊，我从来袂讲这种话啊。有，我明明听你大汉咧实际念，讲你工课哦，伤过重紧。无可能啊，我一天廿四点钟拢在死顶班，啊，不管你有我啥物工课啊，我拢使命必达。啊，而且哦，我做甲真欢喜啊，我一点袂感觉忝啊。地缘，我是你的头家，我讲你有，你就有，你袂记得无？我爱酒庄，绝对无。还是你的失智症压起来啊？大爷，你是病情变严重啊？你回答我，今仔拜鬼？哎呀啦，哎呀啦，连今仔拜鬼拢唔知，这是办好办啊？地缘，我阿爸无记唔着，是你袂记。我冇听到啊！你听细细念讲，你的工课伤过辛苦啊。那呢，咱不如就请奶茶哦，加入你的助理团队，安尼会当分担你的辛苦啊。地缘，是啊，本来吼，唔想要用奶茶，知影我真哩无路用，啊，恁拢安尼讲啊，啊，我只好承认啊，我最近吼。工课是小可忝啦。贤啊，你的工课敢是照顾阿伯？阿伯今麦状况是愈来愈好啊，你是安怎忝？讲到你吧，喙须着拍干，酒驾根本着血汗工厂，因为酒驾人命啊上过快，啊为下早到下暗嘛，一直有人来拜你，我搁来招呼人客，我搁来收碗，还搁来款厝。啊，而且哦，永春哥家己倒来厝啊，会用乌白蛋，啊，永琪哦，足爱啉果汁的，啊，定定吼。哎，
好啊，你讲了有够啊。即马重点是你需要人跟你斗相共。对啊，我就需要助理。啊，奶茶，地缘的意思讲啊真清楚啊。假使讲哦，你若连照顾阮的生活，你就感觉你无法度做，安尼你就真正想要看起你家己啊。阿伯，恁娘真正需要加州助理啊，真正的。我确实无想要继续卖槟榔。那安尼好，我接受这份工课。之前拢是恁一家伙仔照顾我，今晚换我来照顾恁啦。安尼，你为什么就算开始上班啊？好。